今天不只是加节前的慰劳，更是要肯定部队同仁在汉光34号演习中的表现。我要提醒我们全体国军部队，面对挑战，我们更要强化忧患意识，用最坚强的信念做最好的每天的战斗战训本务。我们国军国防建军的原则就在于一个实字，只有每一天都务实的演练，后续确实的检讨修正，并且建立踏实的作业的程序，这样日复一日的累积才是我们国军坚实战力的基础。我知道许多国军为了执行任务牺牲了许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，我也知道许多国军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，几乎全家人都投身军旅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个人，一位是刚刚为我们示范操作模拟机的林青青上尉，林上尉的先生跟他一样也是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，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邱吉尔上士。邱上士跟弟弟两人一起都在这个单位服务。好，两位不要害羞，请进来。我们部队里面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，这么多夫妻兄弟姐妹在部队里面服务，国家一定会更用心的来照顾大家。最后我要再次的祝福大家佳节愉快，工作顺利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